的愤怒鸟的兄弟们。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大家听到现在这个背景音乐，或是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些场景，应该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吧？来，我们一二三一起说出来，一二三，迪士尼乐园。没错，我上一次认真来迪士尼玩应该是11月底左右，所以到现在其实也过了半年。然后他们最近终于有一些新的表演，然后我今天就特别请了一天假，然后约了我的朋友来玩。至于那个朋友是谁呢，你们等下就会知道了。上次来的时候我看了他们新的圣诞节的表演嘛，那这一次呢，他们是有一个新的叫做奇妙梦想城堡的新表演，飞翔机可以带。然后先请大家可以忽略我的头发，因为今天天气其实蛮热的，就我出门的时候一流汗，然后整个头发粘在我额头上面。大家都知道我很讨厌夏天嘛，至少这也可以拯救我一下。既然我们都来了迪士尼，那我们今天各方面都要很到位，自备一个我上次来的时候买的耳朵，然后其实我一直分不清楚它的前面跟后面在哪里，应该是这样吧。然后我们俩现在是已经快要被晒干的一个状态，刚好呢碰上了他们有一个叫 Pixar 水花大作战吗？派对，派对赛，不是作战。希望他等下水可以喷到我，我现在真的快要被烤焦了。突袭访问，请问你最喜欢的 Pixar 动画人物是谁？超人特工队的超人先生。我最喜欢天外奇迹吗？哦，我之前爱他爱到啊，我把我第一台电脑的名字取名叫 Kevin， Kevin 就是那部电影里面那只很大的鸟。我们现在要来一个动画艺术教室，因为我们是非常有艺术天分跟艺术气息的人。我们接下来画《Zootopia》里面的 Judy。Judy 猴子，那个触及的，很熟哦你。现在要读上我小时候学了好几年的画画课。Will you dream a dream with me? Will you dream a dream with me?It's so much better to dream a dream together. 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看我有特别去设计过他的眉毛，让他看起来呢有点个性，但是又不会太随波逐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眉毛。OK， 这是今天的伙伴 Marco 的作品。哇，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很像是那个愤怒鸟的兄弟吗？再度证明呢，无论是平常化妆还是画画，眉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最大的 lesson。 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画叫 Zootopia，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这一部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你知道吗？因为里面这个主角 Judy 她有一个很强大的信念叫做 try everything。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部，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尝试的，不管你年龄是几岁，你就把自己打开，然后有机会你就去试试看，这样才能够找到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是不是讲得很 inspiring？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真的很可爱的东西。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我每次只要去游乐园，我就一定会买爆米花。因为对我来说呢，去游乐园跟吃爆米花是画上一个等号的，它们就像豆浆跟油条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说就是你吃了爆米花，你才会有真的来过这个乐园的感觉。然后这个是他们就是新的限定版，你们看到上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骷髅头啊，有够可爱。所以不只是可以吃爆米花，你可以吃到像这种饼干，还有。这种比较特别版像 granola 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不是也是长得很缤纷，而且刚好跟我今天的口罩有搭配到。你看我未卜先知。这个是 Disney 寻梦奇缘的限定 Sunday， 它是哈密瓜跟北海道牛奶两种口味的软雪糕。I knew that the heart is never light. Felt like the sun king in Versailles. And I felt. 夏天果然就还是要吃冰啊。And the first time I met you, baby. Like a night sky in July. Cause you.
现在呢，我准备去玩一些游乐设施，毕竟我都来迪士尼了嘛，对吧？其实呢，我本来是要等我朋友来，然后我们一起去玩的，但是他给我迟到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决定丢下他，我不等他了，我先自己去玩。大家一定有遇过来乐园的时候人很多，然后排队排很久，对不对？然后最近迪士尼他们有出这种 Fast Pass， 它的全名叫做享尊优先通行 Plus。嗯，我背起来了。如果你有这个 pass 的话，就可以园内有八个不同的设施都可以免费优先通行一次。那如果你选在那种红日或是很热门的日期来玩的话，有这个应该可以省你很多时间。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我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在这边遇到很多朋友，但是我刚走在路上想说，这人到底是谁？我们眼神交汇了一下就。Hello， 是不是第一个遇到就是我了？对，哇，我刚就跟着他这样，我们眼神交汇了大概10公分，好像有点眼熟的感觉，为什么？然后看一看，嗯，哦，你可以去玩那个飞红山啊，我今天第一次玩，真的吗？对，有哭吗？有，真的哭了。哭了，你们继续玩吧，我不吵你了。好啦，拜拜 ，Enjoy， 拜拜。Silent in the car, and do you remember the fog's lifting? Tigers on trains, watching.迟到一个小时的开了，我把你现在过去做一个 grunge tag。哈哈哈哈哈！今日你都系 blogger 喎，系喎，我都系 blogger 嘅。你先，我嘅 channel 系 B。Say lover, don't go away。一齐嚟搭上呢个有你挚爱嘅迪士尼朋友同行嘅精彩旅程。啊！开始啦！现在在这个奇妙梦想城堡故事展，请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 Disney 的一些历史呢？要，我刚刚就看到华特哥了。你刚很熟是不是？喝过两杯。你有他的 LINE 吗？没有。大家知道吗？香港的迪士尼的城堡上面有很多不同种颜色，但是其实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一个公主。你在迪士尼里面最喜欢的公主是哪一个？你在问我吗？我在问你。最喜欢哪一个公主啊？对。我要复习一下有哪些公主。12 seconds later。 哇，保加康帝好辣，我看 muscle 线条很棒。对，保加康帝好辣，他可能平常都有在练舞。他跑来跑去，小腿很发达。你看他们啊， friendship's over，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他们两个很稳固哦。啊，救我！哎，谢谢你。这边就是他们新的叫做 Tropical Hideaway 的系列。我觉得你放回去，你会被警察抓起来。
卡通叫什么？光电小逃跑卡丁车。我勉强可以。要崩开了啦，兄弟！哎，我跟你说，我很想要买的东西。果汁机吗？不是果汁机，它是爆米花。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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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Raise your glass to mine, and as we drink, we would lock eyes. So we could disregard the thought of ever. 我就说我今天会遇到很多人吧，还碰到 Charlie， 然后我现在抓着 Charlie 帮我们拍两张照片。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Oh my god, lemongrass in smoothie. 各位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一间叫做 Corner Cafe 大街餐厅的地方，然后准备来吃晚餐。我们两个都没有在迪士尼吃过晚餐，所以我们今天很兴奋。今天人真的是满头满。我们点了两杯，他们就是七月的新品，一个是 Koji Berry Burst， 里面有枸杞、芒果跟 yogurt， 然后这个是香蕉羽衣甘蓝芒果香茅沙冰。羽衣甘蓝是什么？对对对， Kale Kale， 因为夏天很消暑。这个太好喝了，我没有在看，我没有在做假，这真的太好喝了。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 o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我们刚刚吃完饭，然后我想要为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今天这次来，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来看刚刚那个下午的舞蹈表演，因为它这是就是 Disney 这一季全新的表演，非常之精彩。我是 Bravo。我喜欢 Finale， 我一直都喜欢 Finale。为什么？比较大，怎么讲？比较澎湃。自己其实很喜欢那个拿风筝的那一个，有点转折，从那边是一个小转折。而且你又看到他，就一开始就一直不成功，还假装假装的，他的戏也很足。Frozen 出来，我觉得也还蛮震撼的。Frozen， 对。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来 Disney 的话，我就可以安排时间看一下这个秀。在一个户外演出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很完整，然后整个安排上面都 transition 做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很多新观众可能还不太认识。Hi. 我讲一下我们俩之间的渊源好了。我们两个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高中一起念了舞蹈系。我们以前跳的舞有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舞。中西合并的一个训练系统。可是我高中之后我就没有继续跳舞，然后昌元就一直有在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体系。然后他现在是在香港芭蕾舞团当舞者。这其实我们俩走的路是非常的不同的。就是天差地远的两条。我觉得看到我那个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怎么讲，慢慢找到自己的路，包含我们高中有些朋友现在去当歌手啦，然后去当瑜伽老师啦，或是就是整个转换跑道的也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活到现在27岁嘛，其实回头看，我觉得有些选择是你如果能够坚持，然后真的你知道去为自己争取，它就会是你的咯。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想请昌元教我跳一段他们最近那个舞作里面的其中一段，毕竟我真的也很久没有跳舞了。我毕竟我刚一个 Aura Bass， 我的腰快断掉了。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三四五。哎，再见，我怀疑他睡了，来自己表现一次。纪念今天我们久违的一起跳舞，我等一下呢会放一些我们以前一起跳舞的片段，这样好吗？今天演出他们开头跟结尾的那一首歌都是环绕在 Dream 上面，所以
Follow your dream。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做的，你就去尝试，然后试了才会知道可不可行。对，然后有些东西呢，坚持就是你的。好，大概是这样子，我手快要断掉了。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拜。听懂？我听听吗？听听。Bye bye.